四公斤。咁而男方嘅代表咧嚟自协会盘盘嘅关中伟。咁某只一班嘅评判咧，但系只能都师傅，大家都齐见噶嘛。通常如果翻其他榜数都系佢得翻条评判，因为佢大只啲。系啊。咁啊，球队方面咧，分别有呢个郑嘉明师傅、袁玉光师傅、黄耀庆师傅、陈德兴师傅同埋李嘉诚师傅嘅。同人哋啊，呢场比赛男子嘅边组系打四个弯啊，两分决赛一分优胜，同样亦都系打埋拳脚单身打齐啊。嗱，好快下场就预告话先，唯一因为一个女子组啊吓，我谂在场嘅权威亦都喺度啊，即系期待紧噶。好，睇睇平静。Thank you.
大家都正式期待啊！哎呀，咁啊～我覺得大家平時好靜啊，我係講嘢啊，即係唔夠好睇嘅，通常都少人講嘢。誒，靚啲。但係以前啲又嗰個拳手，係俾鼓勵，俾鼓勵㗎嘛，以前啲嗰個運動員都需要鼓勵㗎嘛，係嘛？係。好，助手嚟啦，石鏡手。第三回合。Thank you.
係副主席啊，我哋副主席啊。裁判係一致裁定，藍方勝。